给，现在你们先看在这里。你们看，在这里有几个小朋友？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五个小朋友。啊，他们在庆祝什么呢？啊，他们在庆祝这女孩的生日，所以在中间有蛋糕。啊，然后他的朋友也送礼物给他啊。啊，然后呢，你们看，这男孩在拿什么？在拿气球，因为他们在庆祝生日，所以有气球，有礼物，有蛋糕。给，现在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给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好，很棒。所以如果有你的家人还是朋友生日的时候，你们就说祝你生日快乐。诶，朋友们，再见，记得要多学习哦，小朋友再见。